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彼国菩萨皆当就近一身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普欲度脱一切众生。阿难，彼佛国中诸声闻众，声光一旬，菩萨光明照百由旬，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薄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于此国度修菩萨恨，命中转化身彼佛国。好，请看这一段，这就进入到第23章一身补处。这也是对阿弥陀佛48大愿中的第22愿的一个展开，菩萨一身补处愿。那么从这段开始呢，就是介绍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的这种福德、智慧、悲心。介绍这些呢，也主要目的是要深切的劝勉愚慧的大众，至诚求生极乐净土。前面释迦牟尼佛介绍完他方世界诸多的菩萨到极乐世界去啊，觐见阿弥陀佛闻法受记的这样的一个盛况，那回到灵山的无量法会上，佛就告当机者阿难：彼国菩萨，这彼国就指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够就近得到一身补处位。在卷下的开头就谈到这个诸往生者都能够得大乘正定之具，不退转位就是阿毗跋致。在阿毗跋致当中，其中多有一身补处。那一身补处，我们就要了解什么叫一身补处，就是还最后剩下最后一品身下无明，以金刚智断除之后，就圆满菩萨因位的，就是分段生死的最后的一劫，转身就能够补佛位，又称为等觉菩萨。那极乐世界往生者在阿弥陀佛的平等大悲海中同尽无明，同登妙觉，就是在阿毗跋致三种不退当中，尤其是第三种不退念不退当中，就顿然超越菩萨因位的41位因位的修行，就跟
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弥勒菩萨一样，就能够做后补佛。那这个补处菩萨呢，就是又称为等觉菩萨，他就谈这位菩萨因为之极的菩萨，他的功德相等于佛，就叫等觉菩萨。在《华严经·入法界品》当中，善财童子到最后参弥勒菩萨，见到弥勒菩萨从远处而来，善财童子就开始赞叹这个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那赞叹是有一大段了，其中就谈到若一生当得无上菩提，一生当得无上菩提就是指一生补处这个菩萨，就则以超越一切菩萨所住处，所住处就因为的阶位，以圆满一切波罗蜜，以游戏一切解脱门，以能持一切佛法藏，以能作生死旷野大导师，以能于一切事法无所着，以受一切佛灌顶，乃至以见一切种智慧。所以这样来看，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那是要赞叹起的穷劫难尽。那在一个修道人当中，要动心成点劫才能到达这样的一个位次。好，那这个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都能够就近到达一生补处，这就是非常超越的一个修行了。那他在极乐世界就能一生补佛位，但有一类往生者，他的悲心很重，在因地当中就曾经发个愿，到极乐世界一见阿弥陀佛就要回到五浊恶世度众生。所以这就谈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曾经发过为度众生的本愿，那这一类众生就以他因宏大的誓愿功德作为盔甲，回到生死愁顶，生死苦海烦恼愁顶，而自庄严。这个自庄严就是他有红色的盔甲庄严，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和光同尘，但不会被五浊恶世的贪嗔痴所污染所败坏。来到这个五浊恶世，就是以他普遍的平等心来度脱一些众生。那这一类的菩萨们，就是离开极乐世界来修行一生补处的德业。还有一类菩萨就在极乐世界就近一生补处。好，佛又告阿难，在极乐世界往生者当中，有天人，有声闻，有菩萨们，这些慎重他们自证的功德。自证功德首先从他的身业的庄严来看，极乐世界有诸多的声闻众，前面谈到这些身份的表述，比如天人、声闻、菩萨，有时候是他往生前的身份，有时候是从他断惑的程度而言，但到了极乐世界实际上是平等一位的，都是阿毗跋致的，圆融的层面来说都是阿毗跋致大乘种性，从他的行部差别上来说，又随顺他方世界的那种称谓来给予一种假名的表述。那这表述这些声闻众，就是他修行大概都是为自己了断生死，心量发的不是很大，但也对净土法门有因缘有信心，蒙弥陀的愿力摄受到了极乐世界。这些声闻众他身上也有光明，但他的光明呢不是太大，这声光一旬，一旬尺度单位在我们中国是认为只有八尺，
但是呢，一旬还有一种表述，就是一个人双手舒展开，双手舒展开的这个距离相当于身高的距离。那这个一旬舒展双臂的这个距离就叫一旬。那极乐世界的这些声闻众身高肯定是很高的，所以不能说它只有七尺的光明，就是有它身高那么宽的声光，应该这样理解。好，那这些菩萨众，菩萨众就是已然发了大乘菩萨心的这些菩萨，他们的心量大，光明也大，所以他们就能够照百由旬。那一由旬就算小由旬四十里，百由旬也有四千里，光明能照四千里。在这些菩萨里面，有两尊菩萨是最尊第一，是菩萨的上首。这两尊菩萨的所呈现的威神光明，能够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那就不是几千里几万里的问题了，那就三千大千世界的距离概念，我们都没有办法来计算它具体的数字。好，那这个阿难尊者听到有两尊这么伟大的威神第一的菩萨，自然就恭敬的禀博，这两位菩萨他的名号是什么呢？佛就回答，一尊菩萨叫观世音，第二尊菩萨为大势至。好，这就是讲西方三圣的左右胁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汉武两译翻译的梵文直译，把观世音菩萨翻译成河楼根，大势至菩萨翻译成摩诃那波。那这两位菩萨跟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都关系极为密切。像牟尼佛说，这两位菩萨在此国土，此国土就是在娑婆世界修菩萨恨。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常有这两位菩萨在法会上，比如《法华经》里面就有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普明品是无尽意菩萨向观世音菩萨来献上璎珞宝珠，《法华经》还有品是常不清菩萨品，这品经是释迦佛专门为大势至菩萨说的。那从因地上来说，《悲华经》讲无真念，无真念转能胜王，他有一千位王子，第一位王子叫不逊王子，就是观世音菩萨，第二位王子就是摩尼王子。那无真念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宝海梵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在卢焕三摩地无量印法门经里面谈这个往昔的因缘，也有一位大国王叫威德王，他由他的旁边出现两个莲花，莲花里面有两位童子出来，这两个童子是莲花化身，右边的童子为宝岩，左边的童子为宝上，这两个童子就是观世音和大势至。他们在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座下初发菩提心，所以这个观世音和大势至啊，在秽土修行，结果命中千转变化，升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讲大势至菩萨最先在超日月光如来座下禀受念佛法门，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就来到娑婆世界专施念佛人往生彼土。那现在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边都有观世音和大势至，每天三圣坐在一起坐视讨论八方上下众生的情况，哪些刹土的众生成熟了，哪些刹土的众生需要给他接上一个
种植善根的因缘，这些佛菩萨都有无眼圆明，看得一清二楚，不需要去看什么电脑网络了，就在讨论啊，哪个插图需要赶紧众生因缘成熟，马上观世音大势至就分身过来。那么看无量义，尤其谈到一个现象，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劫又无量劫不可算计的劫来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最后他阿弥陀佛有波涅盘，波涅盘以后就观世音菩萨继位，佛号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那这样这个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又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又经过不可说不可说计数的劫，那大势至菩萨又继位，称为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等大势至菩萨继位作佛之后，就永不涅槃。那从中可以体会到西方三圣它是一体的，观世音菩萨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一面，大势至菩萨代表着阿弥陀佛的智慧的一面。慈悲和智慧如车子两轮商运就能到达无量光寿的宝属。所以无论是观世音菩萨还是大势至菩萨，他要摄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的智慧就是以专修净土法门来摄受众生，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就是令一切众生在极难恐怖当中称念他的名号都能得解脱。三十二应呢，寻声救苦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广大的民众当中知名度最高。好，请看下面经文：阿难，其有众生身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智慧成满，深入诸法，救畅要妙，神通无碍，足根明利，其顿根者成就二人，其立根者得不可计无生法忍，又比菩萨乃至成佛不受恶趣，神通自在，常施宿命，除生他方五浊恶事，视现同彼如我国也。好，看这一段，这就进一步来介绍往生者他们的智慧神通游戏度众生的内证的功德。佛告阿难，其有众生，这个有呢是指五乘的行人，甚至更广义说包括一切众生。其有众生身彼国者，就是这些都是介绍这个一生补处的这种状态。那这个其有众生乃至于这个五逆十恶的众生，乃至于冤非卵动的众生，他们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与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就平等了。这个是在佛法修正当中叫齐唱集谈，下下人往生极乐世界就一概跟等觉菩萨相等。好，这些诸有众生身彼国者，其有众生身彼国者，皆悉具足三十二相，不是说修行很高的人才能有佛的相，就是修行不怎么低的，乃至于这些八哥鹦鹉往生从莲花出来都是具足三十二相，这很奇特很奇妙。那
外表很清净庄严，有三十二相，一看是佛的形象，但要有佛的相似的内在的德能相配合，才更殊胜呢。所以讲，外形有三十二相，里面智慧成满。这个智慧，一般我们讲三种智慧，断见思惑的一切智，能够透彻诸法的空性；断尘沙惑的道种智，能了解熟地的差别法；断尽一切无明的一切种智，法界所有的现象事理因果无不了知。好，那这来看往生者，他们的智慧成就圆满，那就等于具有着佛那样的智慧了，能够以这样的根本智和差别智深入到诸法的体相用里面，就完整的能够认知诸法的现象，就近畅达实相的精要妙旨，那就是在太阳光之下看一切景物一样，就像薄云见月一样，没有一点隔碍迷惑之处，这是就畅妙妙。然而从它的妙用上来说，六种神通都能够现前，自在无碍，分身善隐，逍遥自在，这叫神通无碍。足根，足根就是指六根聪明利锐，六根清净，六根复用。在这些往生者里面，哪怕是根基很钝的，比如我们这些人往生说一钝根之人，我们没有断惑待业往生的凡夫，但呢，到了极乐世界也能成就二人，二人就是音祥人、柔顺人，也能够听到种种的音声，能够透显音声的本质的空性，能够随顺法性，身心柔软，人可安忍在心性当中。那如果是利根者，比如那些菩萨们往生，他们属于利根的，一到极乐世界去就能得到不可计数的无生法忍，有时候称为阿僧祇那么多的无生法忍。无生就无灭，无生法以慧心认可，这是指往生者所成就的神通和智慧。进一步来谈这些菩萨有甚深的慈悲心去度众生，这就利他的功德。又比菩萨指极乐世界的菩萨乃至成佛，在他菩萨道的修因正果的全过程当中，不会再堕到三个道里面去，这是阿弥陀佛第二愿的成就。不仅极乐世界没有三个道，就是这些菩萨再到他方世界去也不会堕到三个道。前面谈这些菩萨，有的是在极乐世界完成成佛的过程，有些菩萨他可能想到他方世界，在利他的过程当中来完成自利的功德，所以到他方世界去就有做一个风险。他方世界尤其秽土都有三个道，待业往生的人这个有不有再堕到三个道的风险呢？那阿弥陀佛给了一个绝对的保证，不会再堕到三个道。那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以种种的神通、种种的善巧、种种的自在游戏的心态去度，而且在每一次的示现当中都能够施宿命。说宿命就是他能知道自己从哪来的，自己的身份，也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宿命的情形，这个很重要。他知道自己从哪来的，就不昧本因，能知道众生的宿命，就能够对机说法度他们。那我们这些人就很可怜了，我们不知道从哪来，现在也难怪一些居士动不动来问我们，
啊，师父啊，你看看我前身是什么呀？问得我们也不好意思。我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前身是什么，我哪知道你前身是什么呢？这个宿命通，这不是很简单的。好，那这些极乐世界过的人常是宿命。好，但这里有一句了：出生他方，五浊恶世，视线同彼，如我国也。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它有个出生，好像从这个文义上、语境上来说，你到他方世界的净土，你能有神通自在、常识宿命；但是到了他方五浊恶世，好像就是不是就没有神通自在、常识宿命呢？这要好好理解了。这里有一个视线同比，到了他方世界五浊恶世，你不能显着你很有神通、很自在、很说自己从哪里的、从哪来，这是你在要和光同尘，视线的要跟这个五浊恶世的凡夫一样。因为这里讲的神通自在、常识宿命，这是指他极乐世界菩萨一到他方世界去自然就有的，叫报德，不需要通过修行来得到的。但是到了五浊恶世，可能你还不能用这种形态表现出来，还要视现成一个凡夫的样子，跟浊恶众生差不多，也要视现生老病死之相，也要视现没有什么宿命、没有什么神通的样子。这里讲视现同比，就是表面上跟他们一样，但是只是视现，真实的来说他还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不会暴露，应该是这么理解。这个经文在唐一本，就是无量寿如来会里面，他是这么表述的：彼国菩萨乃至菩提，不堕恶趣，深深之处能了宿命，唯除五浊刹中出现于世。这前面几句都跟这里是非常一样，极乐世界菩萨乃至到成就无上菩提的这个全过程不会堕到三恶道，他每一世的这个深深之处都能够了达宿命。这里讲唯除五浊刹中，就是五浊恶世出现于世，就不会表现为他了宿命的这个情形，所以他要有一个视线。如我国也，就是如我，就是释迦牟尼如我所视线的，在这个娑婆世界难言佛提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在思维，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无论是他方世界还是娑婆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很多，那这些往生者也应该会有相当部分曾经发了本愿要回来度众生，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的这些人，所以应该说自古以来都有不少从极乐世界过来度我等众生的这些菩萨。但是我们从净土圣贤录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很少有人说我是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但是里面确实是有，是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以西方缺子觉明妙行菩萨作为一个公案，他就是在西晋的时候，东晋之前有西晋，西晋时间不很长，大概就是60年的样子，他在那一世视线，他那不是视线了，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贫穷的人，闻到净土法门升起的大勇猛之心，自己这么贫穷一定要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就绝食77夜念佛，得念佛三昧，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非常盛大，然后就在75岁坐脱往生。坐脱往生就是75岁，就是他正常的寿命了。他就觉明妙行菩萨，觉明妙行这个就是他极乐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他的一个法号，叫觉明妙行。由于他曾经发过愿还要回来，所以他在梁武帝的时候就过来了，视线做了一个比丘，
在唐僖宗的时候也过来了，事先做那个比丘。还有从那开始，他曾经来到我们这个中国，做过国王，做过大臣，做过比丘，做过比丘尼，做过居士，乃至做过屠夫、乞丐，甚至为度那些仙道的外道，还可能在道教里面都示现过。那你看，他这种示现同比，我们是发觉不了。他在明末清初，又为了度他那个八个徒弟，那八个徒弟在梁武帝的时候就跟他学，以后又由于战乱又打散了，又这八个人最后修道家的功夫去了，搞伏击，修丹功去了。所以他在他伏击的这个祭坛上来示现，教他们来念佛求生净土，就谈这么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因为西方圈子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一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在祭坛上跟我们透露的一个消息，我们在一般层面上是得不到这些消息的。于是我们就讲这些右比菩萨，像觉明妙行菩萨，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他只要往生了，但是他悲心很切，还来这个世界度众生，他绝对不会再去堕到三恶道，他还具有种种神通，他也会长施寿命。如果到了他方世界净土，他这自然报德，自然报德，而且呈现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到了五浊恶世，他不能说他有很大的神通，不能说他有宿命通，不能表示他有过人之处，要视线同比。你就像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那是古佛再来，他也视线一个太子，在太子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有什么神通，有什么东西，他也没有过人之处。于是他也示现要苦恨六年，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才得到初夜得什么宿命通、神足通，也要示现他得道的时候得到这些神通，他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不是说他到极乐世界菩萨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来就会迷掉，隔音之迷、隔胎之昏也昏迷得跟凡夫一样。还不能这样理解，他是视线同比，视线跟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差不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宿命通啊，有时候偶尔会有些修行人偶尔会暂露一下。你看，我们看那个唐代的怀玉禅师，他不是念佛很精进，一天五万声佛号，自求金台往生，就是自求上品上生。结果往生的时候却是银台过来了，他就不高兴不满意，于是在他银台消失，他再念佛，这就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念了21天，终于阿弥陀佛盛大的光明铸造，观音四字共同台座金莲台出现了。金莲，所以这是他写的偈子，这个偈子是表达这个他修道已经修了十劫了，这一世是来到这个阎佛提呀，来验众苦啊，验这个生死之苦，精修念佛法门，他这一世的念佛的修行就超过了十劫的修行。那这个偈子他怎么知道他修了十劫呢？他知道自己修了十劫，说明他有宿命通哦。而恰恰这个时候是在他第一次银台出现消失，第二次金台出现的这一刹那，他写的这个句子，可能这时候他有宿命通了。前两天我听一个居士说他在这里皈依，说皈依的因缘，原来他也是对佛法一点都没有认知，是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让他感觉到很奇特。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干部，一生都是书架上都是
玛丽的书的，没有接触过佛法。结果就是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可能是回光返照，不然身体很好，起来跟他讲什么，讲丛林规矩，哎，一套一套的，说他参过禅，而是达摩祖师的禅，甚至说达摩就在他面前，然后也一套一套谈丛林规矩。而谈完了，他也就走了。他这位居士就很纳闷，这个他一辈子都没接触过佛教，怎么能谈出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关于宿命问题啊，实际上每个众生都有宿命通。现在我们就是烦恼太重，分别太重，呈现不出来。那到了极乐世界，比如说断见识惑就有宿命通。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有宿命通？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愿力光明啊，那种净土的光明啊，就像个大野熔炉啊。我们的见识惑就像那个几片雪花呀。那在我们这些具有见识惑的人都一过去，哎，我们的见识惑就讲那个雪花一下子给融化掉了，融化掉了，我们本具的宿命通就不出来了吗？而且这时候阿弥陀佛还把他的宿命通加持给我们，而不是声闻缘觉和菩萨的宿命通，乃是佛的宿命通给我们。那阿罗汉只知道八万劫以来的宿命通，那佛的宿命通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宿命都能够了知。好，请看下面。佛告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一时之情往诣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世尊，随心所念，花香积月，衣盖床幡，无数无量供养之具，自然化身，应念即至，真妙殊特，非是所有，则以奉善诸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菩萨出供第24章，佛进一步告诉阿难，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行广修供养的行持啊，那真是甚妙之极。这些菩萨广作供养，前面有句成佛威神，养成阿弥陀佛的威神愿的加批所做的佛事，一时之情，一时从阿弥陀经讲，诸往生者各以清胆呢、在清胆的时候各以衣革衬着妙花供养他方10万亿佛，这个一时之情就是从清胆，清胆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表述当中就是寅时，3点到5点，夜气清明之际，就是白昼的最早的时辰，那时候是清明之气，这时候去供佛表明最大的恭敬。那这个时就是你在晨斋的时候，从清晨到晨斋的时候，所以这个时辰叫一时之情。好，养成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有大的神足通，借着阿弥陀佛的神力为自己的神力，然后可以不动本处啊，常遍十方，分身善引。你看，往一十方无量世界，那既能是无量世界，就有无量诸佛。那你想，不是说我先供养的这尊佛，再到那尊佛，再到那尊佛，那要多长时间呢？那还有前后往来啊。这里有一个大的神通，就是能够分身无量的身去供养无量的诸佛，是这样的。
而且是恭敬供养诸佛世尊。在无量世界当中，有净土，有秽土。那净土的佛就很庄严、很高大，就是报身佛。那秽土的佛，就像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秽土佛那是丈六八尺的黄面比丘的样子，而且地面都是坑坎、金子、沙地，环境极不好。这时候，这个恭敬供养包含着平等心。不能心有差别哦，我要供养到很庄严的净土，去供养庄严的佛，那个很肮脏的地方又很小的佛，我最好不要去。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已经是在一身补处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些佛是在示现，本质上这些佛的功德是一样的，不会心有分别的。所以恭敬供养诸佛世尊，净土和秽土的诸佛都在这里面。那要去供养呢，这些供养具，那用花，种种天花，种种香，种种祭月，种种衣，种种花盖，种种床幡。这个供养之具有多少呢？也是无数无量的供养之具。那这些供养之具从哪来呢？是不是要去采购呢？自然化身，这就是来自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知道很多修行人，他可能福报不够，想供养佛没得钱去置办，心生懊恼，所以阿弥陀佛要把他的佛的果地上的无量的福德加持给这些菩萨，让他想要什么供养具，就自然的，就是法尔自然波加造作的变化在他手上，一念之至，他念头一动，一动就在他的手上。而且这些供养具是最高档的，非常的珍奇、微妙、殊胜、特别，不是世间人所能有的。好，那这些因念而至的供养具，就比如花香来到他方世界的有佛的地方，就奉散在诸佛的身上，用这些花香奉散诸佛，以及那个刹土当中的菩萨，座下有诸多的菩萨，还有声闻这些大众也供养。好，请看下面，在虚空中化成花盖，光色玉烁，香气普熏，其花周圆四百里者，如是转备，乃服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赤化木，其诸菩萨千然心悦，在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听受经法，欢喜无量，供养佛已，未食之前，不然轻举，还其本国。极乐世界这些往生者，我们在思维他每天又不上班，也没有工作，那每天干什么呢？每天，这些都是谈极乐世界往生的生活方式，修道方式，每天也很忙啊，修行的法务非常之多啊，在那里具体的实施普贤十大愿王啊，普贤十大愿王就一个广修供养啊。由于佛是无上福田呢，能供养到佛，那就是福德积得很厚啊，所以这些菩萨都深知
供佛的这种功德性，所以每天都去，不是说去了一次就可以等一段时间了，每天都去。那这些到了奔身善淫，到他方世界供无量诸佛，这时候在每一个刹土的佛里面就供养。这些善的花呢，善的花它会不会轻易的掉下来，这个花就在虚空当中，很多的花就把它变化成那个花盖，花盖就类似于像伞一样的那样的形状。那这花盖呢，它的形状是下向，盖是朝着佛下向，于是就好像佛的上面有一个花织成的一个盖，这花盖。那这些花也不是一般的花，不是植物性的，它也是种种珍宝的七宝之花，所以种种宝就与发种种光、种种色，因为这个宝清净之极，就能够呈现出比太阳光还要炽盛的那种光明，玉烁那种光明炽盛之象。而且这个花呢，又有种种的香气，每一种宝都有百千种宝香来香杂在里面，这个香就散发出浓郁的香味。那这个香是有它的弥漫性的，香是有它的功德的，它就普遍的熏在当下的这个刹土以及十方的刹土，这个妙香又使众生闻到都能升起念佛念法念身的功德之心。这是描述它的香味，光色是描述它的形色，也就是这个花盖呢，也就具有五层的因素在里面。一般菩萨道理把这个花比喻成菩萨因地的万恨之因花，来庄严一乘的佛果，所以这些它都是这个极乐世界菩萨深知以花供佛的那种圣妙，不仅在事相上积累福报，而且在心性上它能够完成一个菩萨道修因正果的这种快速性。那这个花呢，也随着这个供养人的这种心量，它的花的范围不一样，有的花是40里，有的花是80里，有的花是160里，有的花是320里、400里。这里就讲的奇花周缘，就是它的面积直径有400里。如是转背，转背就是倍倍增上，比如400里的花，你这个可以变成800里的花、1600里的花、7200里的花，它就这样倍倍放大。那倍倍放大呢，乃至能够遍覆3000大千世界。这个乃覆3000大千世界，这是康生凯翻译本子这比较精妙。中国人不是说你写了很大一大多，这个汉武两仪，你看这个花倍倍增上好几页，都要耐着性子看了，从40里、80里、1600里，他就写了好几页，这里用乃至，哎，中间跳跃过去，哎，你看这个花有时候能大到3000大千世界，那你想想这个花就是不可思议了。如果3000大千世界这么大的面积的花，它的光色是什么情况？那是超胜1000000亿个太阳的光色啊！那的香气会怎么样？啊，那香气非常的浓郁啊！而且这个花呢，如果它有点小小的枯萎，就会自己堕在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呢，那就是风马上就把这个萎花呀、枯萎的还给它吹去，吹去就地面干净了，然后又
又呈现出更大的花，这个花又有点枯萎，又自然掉在地上，风又把它吹走。那为什么会描述这个？其实它也有一点心性上的表法的意思，就是这个花代表着菩萨因地的行持，万恨之因花嘛。但菩萨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他很精进，而这个花光色就很灿烂，有时候他可能就有点懈惰，有点懈惰，这个花就呈现为枯萎的样子。等你懈惰的时候，自然这个花就这个堕到地上来了，地面来了，表明你懈怠放逸心一上来，你的功德心没有了，可能烦恼就会现前了。这时候这个菩萨看到自己的花有点枯萎，他就在警觉自己，他就再发起精进勇猛之心，再鼓动他的般若智慧之风，来呈现出更大的更灿烂的花。那么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不仅是一个菩萨去哦，所有的都去，都去。比如说刹土一尊佛正在讲经说法，大家都去，你开始散了那么花，后面他也要散花呀，那前面去的已经供养完毕，他就得要让后来的来供养，不能机会都给自己独占呢、啊、他就随其前后，前来的就退下，后面的再上来。那前面退下，前面的花就可以自然的消失，后面供的花又开始呈现这叫以次化末就次第的变化出现，再覆摸，再出现，再覆摸，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些到他方世界去供养诸佛的菩萨们，都升起了无限的欣慰喜悦之心。这种供佛呀，你种了一个大福田呢，也调动了他的这种善根和菩提心。供养花表明要精修菩萨之行，供养衣要有调和忍辱的心，供养花座要有空性的智慧，供养这个床幡要有吹邪显正的狮子猴的这种无有畏惧之心。这些他通过供养具能够消归自信，把他的那种如来藏的德能呈现出来，所以法喜充满了，这叫歉然心悦。歉然心悦，这些菩萨都有神助通过去的，他就可以在虚空当中供养，不一定要在地面上。这些就在虚空中共同奏响天乐，这些菩萨深知诸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叫称赞如来啊！以无碍的辩才，以甚深的智慧，以同体的感受来体会佛的功德，体会了佛的功德，认知了佛的功德，要以微妙的音声来歌样赞叹佛德。那这些菩萨他也是这些等觉菩萨类似什么呢？一般以月亮表明他的修正的情况，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是代表十住十行十回向菩萨的这种状况，那初四到十四的月亮代表着这个十地菩萨的这个相状，那十四的月亮就是等觉菩萨的月亮，十五的圆月就是佛的境界。那这些菩萨们总是或者初八或者十四这样的一个月亮啊，所以对十五的圆月的功德还是知道一些的，所以他就以微妙音歌叹佛德，叫我们都赞叹不出来，我们没有嫩的月亮，完全被乌云遮住了。那这个佛的功德因地当中，这些佛都是发了菩提心愿的，都是无量劫旱涝忍苦来修六度万恨的，于是在果地上，
这些佛就具有十地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无量的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的善巧。菩萨赞叹这些佛因地上的修行，赞叹他果地上的功德，以及赞叹他成佛之后这些佛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来拯救九法界众生。这种对九法界众生的深重的恩德要赞叹，这些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佛在道地天上为无量分身集合的地藏菩萨摩顶呢赞叹呢，如无量劫以来在所有有地狱的世界，你以无量的分身来度这些众生。那释迦牟尼说，我灭度之后也跟你一样要以无量的分身来度众生。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好像灭度了他老人家就休息去了，原来不是这么回事，他还要无量的分身来度我们，甚至不仅示现正报的众生，而且示现无情的气界来度众生，干旱的地方示现河流，这个饥饿的时候示现粮疮。释迦牟尼佛讲他因地有一次示现饥饿饥馑之事，示现了座山，座山就是肉山，你吃这个山里的这个肉，这个吃不完，救了很多人。佛是这样的慈悲呀，那佛的功德一般我们都不知道啊。你看我们世间的，你就是一个身为子女，你对你父母对你的恩德你能知道多少呢？不知道，而且常常怨恨父母，觉得父母对自己这样不好那样不好，父母没有福的还埋怨你为什么这么穷。他不知道父母对你对养你这个子女操碎了一辈子的心，可能是等他大了，等他结婚了生小孩了，这时候他做父母之后他才会体会他父母对他自己的心。所以一般世间人讲，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是一个机会，回过头来孝顺他父母的机会。我等众生连父母的恩德都不了解，我们怎么可能了解佛对我们的恩德？佛对我们的恩德超胜于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啊！所以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知道啊，所以去歌扬赞叹佛德呀。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首先是歌扬赞叹毗卢遮那的功德，那是一大串的称扬赞叹，甚至说这些毗卢遮那的功德，不仅我普贤菩萨因为的菩萨赞叹不尽，就是十方诸佛来赞叹也是穷劫难尽呢。通过这个歌扬赞叹佛德，这就决定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成佛的一个依据。佛的功德无量无边，这就是我们要成佛的依据，这就是一些众生生命当中的整个的保障。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娱乐活动了，歌扬赞叹佛德它是一个极深广的修行。那这些诸佛看到这些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是这样的殷勤恭敬，以种种供去供佛，那个花盖是这样的广大，以及用音乐音声来歌扬赞叹佛德，那这些佛也由衷的欣慰，知道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善根极为深厚啊。那这些菩萨都是阿弥陀佛的法王子啊，那这些菩萨到他方世界去肯定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是法王子来了，肯定高看一眼，就跟他讲经说法。那这些菩萨极乐世界菩萨供养之后，就自然的会恭敬的聆听每尊佛的讲经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发愿法门无量誓愿学，
真的，我们只是发愿而已。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想学好一个法门都很困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分身善引，就在一尊佛里面啊，听一个法，那是无量诸佛，你可不听了无量的法吗？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法门无量，誓愿学才是一个真实的兑现。听受经法，消归自信，得闻持陀罗尼，能够把它记忆清楚，领会清楚，得无量的陀罗尼，以及蒙佛受记。你看这个过程，那是非常的愉悦啊，那是大喜变永生啊，真正是法喜充满了。好，就供养佛已，到他方世界无量刹土供养佛已，这里已经不是像阿弥陀经讲只是说供养十万亿佛刹的佛了，那是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佛都能供养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也就是成佛威神，这是阿弥陀佛的那种广大的神通，广大的福德供养具释然。所以这个原因都是由于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愿的加持故，还有这些菩萨在因地当中也曾经有这么一个供佛的善根的相续。我们普贤恨愿，虽然我们做不得很多，但我们每天都要诵念，而在我们内心就有这个种子，要广修供养。虽然现在我们还遇不到佛，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去供养七宝等等，但是广修供养的这个种子我们有，而且我们在这个世间也随分随地的去供养佛像。现在是末法之际，供养不了真实的佛，佛像也是代表佛在这个世间呢。我们也在供养这些菩萨，供养这些真实有修行的人，供养三宝，这些都是我们的善根。这些善根到极乐世界，它会调动起来，使你这个供佛的善根相续。相续它就会有一种心理，哎呀，就想现在有条件供养了，我也能够见到佛了，也有无量的上妙供养具了，那自然我得要做这桩事情呢。如果你没有这个善根相续，哎呀，这个地方很舒服，这个地方可以睡着觉，他就不可能去了。好，在供养佛已未时之前，未时之前就是清淡出去到了很多刹土。我们看这里面是一个多么宏大的法界的场面呢？无量世界刹土是什么概念呢？而且你用如意通神足通一念就可以去，这是什么概念呢？现在我们在这地球上受业力的牵这个控制啊，你就到最近的一个星球去都很难呢，你去不了啊，你的太空探测器的速度也太慢了。最近有个电影叫《星际穿越》，经过一个虫洞，但是你想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探测器到了五维空间是什么概念？它能穿越得过去吗？那是很难的，因为你是一个机械性的东西啊。真正的穿越还是要在光的层面上来谈穿越啊。有执爱的东西，它一定是有执爱的东西，那种物理的法则你是很难超越的。所以极乐世界的穿越到他方世界去，因为它证到了诸法的空性，它这种空性这种光就能够横穿十法界，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它可以到十法界自由的出入，而且念头一动，此末彼现，同时态，还没有时间的前后，你同时态一念间就过去了。所以虽然在整个法界无量的时空里面他能够去，但是时间非常短暂，未时之前复难轻举还其本故。未时之前就是在晨朝，就是用早斋的时候，这之前就回来了。忽然轻举，这忽然就是他是用那个忽然，就是念头一动，他的轻举非常自在的轻扬举起来，就刹那间
就回到了极乐世界的本国。那这也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加，还其本国从事相上来说是回到了极乐世界的本国。那从理上来说，《金刚经》讲师尊着以慈薄，如设为大臣去乞食，最后就乞食托钵之后就还至本处，所以这个本国就类似这个本处。这个本处是什么呢？就是本觉，就是本心，就是自信，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本国就是一切众生的自信的本地风光，涅槃的常乐我净，九法界众生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阿弥陀经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一处空间上你可以说是本国极乐世界的那个处所。那为什么诸上善人能共处一处呢？是那个一处处的那种境，外境是由你心里显现出来的，心境一如，你共会一处，也就是共处一心。这个一心是什么？就是妙真如心。妙真如心是阿弥陀佛以证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以证一切众生本具的那个平等不二的心。所以这里在阿弥陀佛威神加批所谓他的表现形态相状，以及他种种供养、种种歌扬赞叹佛德，都是他的妙用。最后这个相状和妙用摄用归体，归到了自性本觉，这就叫还其本国的意思。所以讲君子务本呢，本立则道生。这还其本国就是我们回到了自性本源那种根本之处。我们做任何事情最后不能离开那个本，那个本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源。一切美好的相状的呈现，一切奇妙的妙用，都是由这个本所生起来的。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妙用的时候，要不忘这个本，要回到这个本，要时时刻刻的把这个本守住，然后时时刻把这个本有的东西给它彰显出来。所以还其本国，也就是还其无量光寿的性德。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